不用太长啊。好，来给我。你开始录了是吧？对啊。现在我们来到那个八斗子渔港，你要去那个海豹石，因为怕那个海水还是会太高，所以不穿布鞋。然后在外面发现其实还蛮多那个重机的，而且外面停车场停了不少车子，不过这边看起来人不会很多。啊？多久没来了？我们多久没来了？小户有来过吗？小户也没有来过啊。有小户有一次来，我们只带来这边走而已，没有去，因为那时候那个海水是高的。现在真的可以来捞。现在是真的，现在是干潮。来玩水。水位今天水位最低的时候。现在那些重机来干嘛呢？来看风景。哦。对呀、啊，我有这一颗啊。我 iPhone 放在那个车上。车上。不要了。你有我哥的电话吗？那里还是大鱼。啊？你看看有那个黑黑的那鱼。哦。那是那个水底的那种，那是热色鱼那种。结果发现手机放车上了，我们先走过去吧。你去海放再回来。对呀、啊。先走了，妈妈。啊！你穿布鞋更滑吧？快走！走了，小心了，我们小心。你这个海菜会滑哈、哦，所以这季节不适合来。嗯？你就不要走到湿的啊！然后这可能就这一段需要过水，如果墙壁没办法过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哈。啊，你要涉水过去啊，你这里青苔都应该都是滑的啊。所以这时候其实不用穿雨鞋了。对啊，这时候是最低的时候，所以旁边都可以过。哦，妈妈，你要不要摘点海菜回家？是啊，因为都干掉了，是吧？应该从那边的。哎、欸，这里过来，过来，这里。可以。
我们走石头。那个人是坐海豹吗？对，他坐在海豹石上面。啊？我这里啊，这里。可以哈。再来啊、哦！这边有个斜坡，脚跟踩，踩我的脚，对，好。这边都干的，可以过来。这边就自由了，随便了。走这边过去好了。这海菜会滑哎、欸，走边这里就好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照一张？你看这个角度不对哈。没关系，要不要帮你拍一张？哦，对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走吧。好，谢谢。要在这边。好像我看到人家照片。对 对，要在这个方向。那给我好，我从这边帮他拍。我尽量旁边一点。你又帮他在右边一点嘛，让海报出来一点。哦，说的也是。对。好，一点黑黑的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你先过去啊。应该可以啊，你想要这边一点？我先拍一张这边的。啊？我这边蛮危险。它不像海报。对。可能要转过来。可以。可以，好。这边比较像。对啊，要这边一点。侧一点。我们要一起拍一张。我请那边帮我拍一下，这样。先生帮我拍一张好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你们要往这边嘛？哈、哦，对。那你都调好了吗？按下去就好，没关系。好。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好啊。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是会连拍是不是？对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哦，你要看一下。有就好。我按下去，嗯，可能有时候拍很多张。从那走过去，好啊。等一下走哪边？走外面。所以那个干潮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走了过来，不用穿雨鞋。
跳过来吗？跳过来吗？哈哈，你走。这地方不适合带他们两个来哈。在前面而已啊，他们没办法来看海豹石啊。啊？这边比较平坦。哦。那个海草太滑了啦，你不要想不开。我们从底下过来的吗？我还是我先走。好小事，好。欸、那是他的狗，你看。里面有螃蟹啊，好多只哦。啊？螃蟹啊。螃蟹啊。那也吃，自己也吃。哎，海进去。好海进去。要不要先走下面？啊？等一下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这好多螃蟹，但这里还有豹。跑太快，下去吗？还是我先下去？台灯啊？啊？台灯啊？我手机放车上了啊，那一颗啊，要过去吗？我不要。啊？那、啊、你都过来这边的还不要？还好看石头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啊、嗯？等下吃什么？啊？等下来吃什么？那就吃东西吧。对啊。会比较舒服。那间面店有开？那间意大利面店有开吗？哪一间？那个。很多。我老婆可能不喜欢。哦、很多人吧。他觉得不好吃。今天没有那家商业午餐，其实没差。是也没有餐。对啊。我们来吃那日本料理。你最好去吃那家。等一下看我老婆吧。可以哈。这边最少还不错。对啊。就现在是最低点了。我以前在这边有看过那个。那个海鳗，一只这么大只，躲在石头里。但那时候没有带网子来，把它捞起来了。你还去买双鱼鞋？特别来去买双鱼鞋？没有，这之前去武林玩雪的时候，那个、啊、那时候买的，2018年的时候吧。它那个干潮的时间有没有？
还是海平面的那个位置还是会有差。还是它其实走海草。有一些它也退潮的，它也是有不同高低。对，就是算在它在最低点的时候，它的位置水平位置还是有差。今天是在海平面以上四公分，所以过去差不多。可是你看，这都还是会滑。对呀、啊。要去爬那个雷霆峰，特别去买的，礼拜三买，礼拜四到货。不过我觉得我还是练一下脚力比较好。没有那么难。对啦，没有那么难，但是我不想要爬的那么狼狈啊。啊？嗯，这边满潮的时候会淹到上面来。对流面哦。哎、欸，你看那有鲍鱼耶！你看有谁来了？这个石头大概也是故意弄过的。自己掉下来的吧，不然搬过来，你不能搬一个石头来这吧？它自己掉下来的吧？而且上面也没有石头可以掉哈、哦，那可能是故意掉下来，因为不要让那个人家骑欧多外进去吧。所以我们大概快十年没来了。现在去吃东西，现在几点？十一点多而已。虽然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分享。哦。